九门带您逛北京，我是小九啊。哎，今儿早上得着个信儿啊，说什么北京路边上停了辆火车，这事儿咱得搂搂去啊。走着。各位，下午好啊，您看没有？咱这就到了，今儿早上刚得的信儿啊，我也是头一回来，咱一块儿找找这火车在哪儿。这一眼望过去可都是小区呀，哪有火车呀？说的是哈，这小区里边能有火车吗？您是不是看错消息了？没准还真看错了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这个是不是火车那轱辘啊？等会儿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咱们好像遗漏了什么。回想一下啊，我想想啊，这路上好像有个雕像似的。哎，对了，就是这对踩在铁轨上的情侣。我已经全明白了，真相只有一个，火车就在前边。我记得有人说哈，说踩在铁轨上的声音特别好听，咱试试啊。可能个人喜好不一样，我觉得呀还挺好听的。咱看看他这写的什么字啊，拉近点儿。四方机车车辆厂，1956年4月。嚯，这可够早的啊。哎呦，这绿皮火车可有年头没见过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去北戴河、去八达岭坐的呀，都是这车。咱看看它这里边现在什么样了，这也看不见呀。拉近点啊，看看它这里边。哎呦，您看没有，里边还是原来那样哈。我记得那会儿坐车的时候，反正挺挤的，俩座对着。中间有个铁桌子，上面还有个铁盘，好像是让您搁垃圾用的。哎呦，您看没有，就是里边这样啊，真地道，把小时候这点事儿啊全想起来就花了，柴米。